位小姐边位啊？有啲面善，但又讲唔出系边个。开估啦，咪就系2016年搞出宣誓风波，结果被 DQ 立法会议员资格嘅尤慧晶咯。家事嘅朋友李生，好啊。哇，你系鬼啊？系咪变到阿妈都认唔到呢？唔少网民都留言话认唔出佢，有人问佢只眼系咪有事，更有人嘲讽佢只眼大到好似拍恐怖片，有人直接问系咪整咗容，似乎大家好唔 buy 佢呢个新形象噃。认唔到添，发生咩事？大眼仔大到好似拍怨咒咁，只眼咩事啊？整咗，唔通系中咗武林中治恶毒嘅？冇错，系治卑鄙之恶毒嘅面目全非噶。话时话，佢上次更新社交平台已经系去年5月，但喺警方国安处啱啱派卧底捣破涉鼓吹港独武馆，警醒市民防范港独分子卷土重来之际，佢突然浮上水面，无厘头话好耐冇同热水炉自拍，之后又上载咗条片，话咩咩选择留喺香港系为咗医好呢个地方，仲叫大家坚持一齐努力，系咪有景广有古怪呢？你立过咩心肠？做过咩事？你最清楚。